现场节奏 Jeremy Lin 林书豪没有登陆到阿提诺，今天的得分是仅次于艾夫佛，凭借海燕的三分出手，外围海燕的出手再来一个三分，提早了上场哦，是朱豪换球运球到篮底下，左手上篮得分。林书豪，对，林立人是主场限定，没错，对他来讲也是对的事情，对，也要消耗他的体能，感觉来到了五分以上，对，从篮底下交，精彩的助攻找到米歇尔，但是没有扣进，防守的阴影。朱豪跨进来找队友黄国志的助攻，主林书豪的助攻，哇，国我看到这个林书豪对到对艾夫伯的防守哦，其实也跟队友做沟通哦，给到林书豪在底线的跳板啊，还是要靠书豪啊，好，今天书豪第二节的后半段去尝试一下双大的状况，最后还是有拉到这个肩膀的位置，对，工程师球员哇，这也是后卫真的必须要去学习的，看一下一二，哇，这个最后的起身去适应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适应的话，在比赛当中就会来去守到重点人哦，那体能的消耗不好，这边跨步左手上篮，造成了犯规。举这个得分哦，但是站上罚球线的机会，过后的体能调节上来。哇，看书豪又切入，书豪又来了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板上的争抢，最后球到了哪里呢？在新北国王的手上，裁判响哨吹了犯规。哇，当时这样能够大家是。扑下去抢球哦，真的态度非常的敬佩啊！没有碰到篮筐吗？进攻时间现在有，刚才有重射，因为工程师有掌握到球权啊。要做的确实，那面了，回到外围，朱豪就专业霍利飞，看一下球权在谁的手上，霍利飞，裁判给 Jumbo。这个抢投，这个不管是两分、三分都好，追分的球队是好事情。不过一分15秒要追到。